在场各位嘉宾，产业界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我们观光学会所举办61周年的年会，我要代表行政院恭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而且透过今天的交流能够获致丰硕的成果，作为来年共同努力的基础。我要特别利用这个机会，也感谢哈，包括过去历任的会长打下的深厚基础，以及叶会长、菊兰姐跟大家共同的努力。的确哈，我们在去年、前年哈，包括今年第三年，外国的观光客已经破1000万的这个观光客人数。那么这个在1000万人次的观光客里面呢，如果我们仔细再去看的话，其实也有许多值得我们互相鼓励的地方啊，包括西南向国家的观光客来到台湾有30%的成长，人数呢已经要接近200万人次。那韩国的观光客来到台湾呢，也有20%的成长啊，特别是过去比较少来到台湾旅游的欧洲的观光客，也有8%到12%的成长。那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代表了就是说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有成果以外呢，我们的方向也是正确的。那我刚刚听坐在下面听菊兰姐的演讲啊，过去是听她讲民主、讲自由、讲人权啊，刚刚是在听她讲观光产业的发展啊，听起来非常非常有感觉啊，非常有感觉。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个产业以外，其实背后一个更深远的意义，就是为了这块土地，为了台湾这样的志工精神的哈。我们是不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菊兰姐？好，感谢菊兰姐。那当然，今天我跟特侦部长还有交通部公安局的周局长一起到来参加这个会议，这代表了行政院是要具体的行动来支持观光产业。那第二个呢，交通部也好，观光局也好，未来会利用行政院的预算，持续优化台湾的观光的资源。但是呢，我们行政院包括交通部跟观光局，也希望能够寻求我们观光产业界大家一起共同合作我们要提高我们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的品质包括安全包括舒适包括各方面，只要国际上要求的我们应该都要共同合作努力来达到。只有安全、只有品质达到的时候，我相信呢，菊兰姐刚刚所接触的目标，我们才有可能逐日达到。最后呢，我再一次感谢观光产业界大家的投入大家的辛苦感谢你们，也祝福每一家公司生意兴隆。然后在场每个嘉宾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谢谢大家，谢谢。